B 站的各位剪辑大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徐振熙，我来翻牌了。好，现在我要来翻牌了。哥，真的是你啊，我之前以为关注的是个假号，哈哈哈哈，趁你是两极号，赶紧欺负。两极号，欺负。哪里逃走？哪里逃走啊？再找一个。2000 years later。哇哦，我一直觉得徐振熙的脸就是为古装而生的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再找第三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。哥，听我一句，最好不要在 B 站上搜你自己的名字。嗯？为什么我非得要搜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云雾、雪景空，全都是回忆啊！我还是觉得雪景空帅。嗯，两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白凤九，雪景空。我是听众白凤九，真好甜。有机会一定要合作一次。不辜负大家的希望，这个视频是用万万想不到的方式打开雪景空。走着。今天我来这家公司视察，我的家族有10亿家这样的公司，200多亿个这样的暴击小人，对我都从未有过的感觉。难道这就是爱的心跳？一定是。突然强吻我，队友在铺满玫瑰花的田野里向我求爱，还有我们要无理取闹的吵架，和好决裂，再吵架，再和好，这样我才能做你的朋友。那算了，再见。有意思，特别有意思。好了，各位剪辑大神们，今天的翻牌就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我们就下次见。